黄磊善女儿多妹生日，赵薇琪庆生爸爸永远爱你。多妹的首饰成亮点。12月20日，黄磊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女儿多妹的生日照片，并配文我的宝贝妹妹生日快乐，爸爸永远爱你。从画面中看到了多妹笑靥如花的样子，想必多妹今天的这个生日过得都很满意。一转眼多妹都是一个5岁的大女孩了，不得不说这时间过得还真的是很快，可能很多朋友看到多妹5岁了会惊讶，怎么爸爸黄磊和妈妈孙俪都没有说，怎么小编你就知道多妹有5岁了，哈哈哈。这个还真的是此次黄磊晒出女儿多妹的画面中多看到，女友多妹手势比着的正好是一只手撑开的5根手指，明显透露出了多妹5岁的小秘密了。大家都知道最近的黄磊要拍戏，要录制综艺节目，在女儿生日当天还要抽空来为女儿庆生。作为爸爸的黄磊真的是很有心的一个好父亲。说到黄磊，相信大家都应该也不陌生吧，他有着多重身份，如导演、教师、演员、歌手等等，都是他身怀一个绝技。黄磊代表作品有橘子红了、似水年华、四世同堂、人间四月天等等作品。不过这些作品对于70后和80后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，可能90后有的朋友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了。出道将近27、28年有余的，在事业上也算得上是收获不小，在家庭上也是收获满满，如今有着幸福的一家五口，成为了娱乐圈里不少朋友都羡慕一大家一个人打拼了这么多年，真心的值得了。算得上是儿女双全，也符合了老一代人们的要求了。多多12岁，多妹5岁，弟弟1岁多。虽然三姊妹的年龄差距很大，但是这样也好，姐姐可以带妹妹，妹妹可以带弟弟，很好的。就在今天晚上，黄磊晒出了为女儿多妹庆生的画面后，网友们也是纷纷为多妹发文祝贺，一家子颜值都好高哦，基因好强大呀，妹妹和姐姐一样越来越好看了，妹妹5岁了，生日快乐，妹妹小可爱生日快乐，妹妹人小公主生日快乐，我们也爱你呀。最后呢，小编也要祝福多妹生日快乐，以后弟弟就交给你带了。